动画的每个环节之间有不同颜色的丝带以起伏或者滚动的形态掠过画面。动画开始的时候，浅灰色背景，一条橙黄绿红蓝色的丝带由右至左上下起伏，形成两个波浪。艺术通达国际研讨会2022年7月28至30日线上举行，几条彩色丝带滚动飞舞，字幕20多位香港及国际演讲嘉宾，多于4个工作坊，8节专家论坛，橙色咖啡色丝带飞过，艺术共融策略政策与创新，深浅绿色丝带共融空间设计与营运，蓝色丝带经过共融节目的编排与实践，红色枣红色丝带数码化的艺术共融与辅助技术，古铜咖啡色丝带掠过，社会共融的跨界合作成功与挑战，蓝色丝带艺术共融研究教育与富康的实践，橙色咖啡色丝带多元化的变革推动，蓝色丝带滚动发展多样及建立更共融的社会，绿色背景黄色丝带和跳动的彩色圆点，12个白色圆形从上降落，里面有黑色讲者名称字样，蓝色背景11个白色圆形从上而下，11个黑色讲者名称字样，镜头朦胧滚动的彩色丝带带出浅灰色背景。艺术通达国际研讨会2022年7月28至30日线上举行，早鸟优惠至5月1日，主办香港展能艺术会，赞助 JK and Ingrid Foundation， 现正接受报名，串流及票务平台 CityLine， 详情及报名 https://bit.ly/adahkais， 一个二维码在画面的正中。